干什么呢？你先把车开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坐车来的。啊？怎么不开车呀？我喜欢走路啊，走路不行啊？哎，那正好，我也想走路，透透气，走吧，走啊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？开始关心我工作了。我就是好奇，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特别像你。是吗？我今天去了一个本不该去的地方。你紧张什么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哦，真没有。看把你吓的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走吧。我呀，今天去我爸那儿了，结果弄得不太开心。我本来想跟你开个玩笑，乐呵乐呵。看来这个玩笑并不好笑。其实呢，老人家和小孩是一样的，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你别往心里去，你改天买一点爸喜欢的东西去看看他，肯定就没事了。好主意。你要知道，爸呀，有时候见到你什么脾气都没了。回头跟我一块去。那没问题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啊，没事没事，走了。你说你还没出月子呢，不能随便下地。我不看见他们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这回呀，多亏了霍芝，咱们才能办住院。可这药费还差得老远呢。这黄家文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？你就先帮我恋人吧，回头我再跟黄家文清算。这个黄家文，之前说卖了车、卖了房子都会给我保住孩子，现在倒好。给他打电话也不接。早知道我从江家出来的时候就多带点首饰了。行了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这产后42天的检查根本就是骗人的，连 B 超都没给我做，就说我恢复的不错啊。我排了3个小时，就这么打发了，那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挂个号，再查一个 B 超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要不是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用得着在公立医院跟他们挤。姐，你看你现在月子也出了，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江峰讲孩子的事儿啊？孩子现在还那么小，我当然要让他们长大一点。再说了，我不想他们回江家受气。我觉得你应该回江家了，然后把孩子的事儿跟江村说。毕竟孩子的治疗费也不是一笔小数，这笔钱他们应该出啊。钱我有，不用江家出。我可不想现在让孩子回江家受气。可我觉得江村不是一个不要自己孩子的人。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？我现在不会回江家的。就算回去，我也要风风光光的回去，他们求着我回去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勉强你，你自己想想看吧。就是我觉得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。我知道了。
是我，马杰。英素，你可真是吓死我了。哎，我这个以前怎么没看到啊？这是你们去红岛的时候啊，先生让我把这套装备啊放在你房间里的，说是要给你个惊喜。英素，现在先生对你那可真是用心呢。以前啊，你总是缠着先生他教你，他都不教你，现在他却主动要教你，高兴了吧？哎呀，先生真是有眼光。英素，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我觉得吧，这是件好事儿，你呀可以趁这个时候跟先生和好，甜甜美美的过日子，再生两个孩子，多幸福啊！你觉得先生是在跟我示好？那当然了，先生啊，跟以前那可真是不一样了。总算为姐姐做了一件好事儿，江村对你用心，没什么不好的呀。他对你用心，就等于对姐姐用心。霍池，干得漂亮！哎，啊，没什么，走吧。没有。去吧。那要是果儿姐问起来，她刚打电话了，说在朋友家。快去吧，江太太真是好人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，再见。我还要喝，再给我来一扎啤酒。陈医生，你大坏蛋！江博，江博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怎么了？这么不小心？没事，就是手滑了一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别管了，东西我来收。你哪会啊？你怎么会这些家务活？我在英国勤工俭学的时候，专门在酒吧里面刷过盘子。我不是吹牛啊，当时人称刷盘小能手，你信吗？你什么条件？你还会勤工俭学吗？我才不信。谁都有落难的时候嘛。当时跟爸闹矛盾，他把我的信用卡给冻结了。所以这都是被逼的。没想到你还会有这样的经历啊。行了，放那儿吧，我来刷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扶我下来。踏踏实实坐在这儿，东西我来洗。以前我知道这些事儿吗？
以前你没问过，我也没说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俩确实缺乏了解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，你都告诉我吧。行啊，以后但凡你想了解我了，我都知无不言。我觉得我对你了解有点少。你还说会干家务活呢，衣服都弄湿了。哇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来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落叶离开北风以后，也别太伤感太悲观，相信那我去收拾别的地方。姐，这好好的手机你怎么扔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买了点东西来看看你。这以前都是我照顾你，现在反而成你来看我了。姐，你看你也出月子了，该运动一下了，都有小肚子了。你说的是，我是该运动运动了。下一季的广告还没拍呢，不然这样的话怎么见人呢？那咱们明天去体育馆运动一下怎么样？那儿不像健身房，熟人多，而且环境也要好一些。也好，那就明天去运动运动。谢谢。心情不错啊。你这又是散步又是陪玩的，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虐狗指数有点高，我得躲你远点，省得被误伤。你有意见？玩得开心点，完事我来接你吧。拜拜。喂，小志，我到了。行，咱们更衣室见。怎么才来？赶紧换衣服，我在训练室等你。知道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病了？没有，昨天晚上可能没休息好。我也没休息好。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喂，霍之，你约了江总，你怎么告诉我一声啊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江总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应该多了解一下，给彼此一个机会。而且我相信江总一定是个好爸爸的。还有，之前 Chris 不是江总的情人，我已经证实过了。不是，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衣服就在你的柜子里，钥匙在你的包里。姐，你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！你别想太多，想想孩子。你难道不希望他早日康复吗？姐，江村也应该负起当爸爸的责任啊！就这样。喂，喂。